新闻讲 ，property 价钱降了70%，路期待发生哦。伊有讲就是讲，因为我人种的我人的价值嘛，价值无起，了 property 的价钱就直直起。了伊的批是讲，只有我人的 property 的价钱会降了70%，所以我人as a 叫做啊、叫做港人我哥啦，就是叫家己的人有本事买嘛。一旦 trigger 到我人想爱买，想爱买这个 mindset 啦 ，OK？ 其实不是讲我人 property 的价钱落济无对啊、哦、？OK， 好，多只 example， 跟还是讲一 million 啊，我人就是我人大概现金银行是5000块啊，对啊、哦？一 million 啊，我人大概现金是5000块。OK 啦 ，example 啦 ，OK， 只有我人无限5000块安尼只啦嘛，可能我人限3000块、5000块，对哦，安尼，你会去买我咧？我人是不是我人买的？我人会去想我人大月爱限偌济，就是啥物物件会加少啲？我人限济甲限少咧，就是我人的银行的 interest 咯，对哦。Yep， 所以也是这样讲啦，我人的 property， 嗰是用摊仔 example， 嗰是1 million。OK， 嗰是1 million， 但毕竟我人 interest 调 A 了，安尼意思是咪是讲，我人大月还嘅钱是不是较少了 ？OK， 所以账户还较少了，我都会也不不低嘅，嗰是1 million， 但比如账一个月 ，OK 啦，做一个叫做一个 ridiculous example 啦，账户一个月还1000块，来买一个1 million 的 property。你去买哦，在这边我人就会看得到，会当 reflect 得到，其实会 trigger 到我人爱会买甲袂买，不是讲伊个 value 是哪只，是我人呢叫做我人大概爱行哪只类。今年我人国家 adjust 了我人 interest 了，两倍了。伊超爱我人 interest 了，就是爱我人大概 long 较少了嘛，对哦，就 installment 少了嘛。所以有可能会冲到。我人想爱去买了，伊就有参详讲，我人的这个 property bubble 会发生哦。OK， 其实 property bubble 安怎才会发生呢？哦 ，property bubble 安怎发生呢 ？A point，OK，、okay? 两个 point， 爱 fit 掉 bubble 会发生啊。阿咪咧，头一个就是讲，也是讲啦，我人将我人的叫做 property 的价值啦 ，OK。property 的价钱悬过我人的 market value， 是咧头一点啊。啊是讲悬过我人的 market value， 阁有人买。第二个 point 就是讲，啊是下过我人的 market value， 都无人买。啊，这两个 point 有 fit 到，马路会发生我人这个 bubble。我人的政府有做啥物来 prevent， 安尼款的物件发生咧？几年前啦，因为几个行情好嘛。规行政府就真侪人买，政府就 implement 叫做 RPGD 就是叫做 real property gain tax， 的意思就是讲 ，when 你卖掉你的 property 的时间，你爱行 tax。这个是 one of the 叫做 one of the 物件一人 implement to reduce 掉这边的叫做demand。因为我人的90% 的拢是两间嘛，两间 residential 对啊。几年前我人是讲4间无，又更加侪。人爱来买，对啊、哦，还是近日啦。哇，买了一间厝，1 million， 哎，了涨加了70%。意思是讲，我迄一间1 million 的厝，存300000，有影，我用 property 加了70%啊，70%啊，你去掉。我人贵的马来西亚行情好，还是无好？还是我人的贵的马来西亚行情无好，不是？你去到银行会 loan 给你哦。你按买来讲，银行会 approve 你的 loan 哦。卖掉哦，所以你按怎买咧？三百千的 cash 咯。你去到安尼一个叫做一个 statement 啊，logic 哦。A group 会当买的人无偌济了无？诶 ，valid 我这个 statement， 你去掉我人的 property 会加了70%无咧 ？From my point 啊，我是去掉99.9% 是未发生的。
嘿，99.9%发生即个70%的价钱 reduction in price， 我是七点八。